链球我有招，商家大打幸福牌。近日娱乐圈婚姻大地震，受大众关注的明星们婚姻频频失败，聪明的商家就开始利用这一热点大打幸福牌，为自己的产品做起了推销。福建金牌橱柜近日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以走进厨房见证幸福为主题的推广活动，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爱情。当天著名美食名嘴刘仪伟也现身说法，一个家庭不单单是靠两情相悦，也不单单是靠我们当初的那一份爱的冲动，我们希望的是一份责任，怎么样向对方负责，为孩子负责，为父母负责，为这个家庭负责。